值100分，腿长2米8这句话说的就是当红女明星迪丽热巴。说到热巴，大家可能和小编都会想到一个字，那就是美。不过别看现在的热巴小姐姐气场2米8，在早年刚出道时那可是嫩出水来哦。像放上几张图大家看一下，在这则广告中热巴展现了自己的民族舞，这几个圈圈真是要转到粉丝心里了，与现在拍的广告气场全开相差甚大的。不过一直都是非常漂亮，结束后又忙着直播，真是辛苦热巴小姐姐了。大家准备好迎接热巴小姐姐的大豪宅了吗？这开放式厨房和那一排颜色饱满的水果，各位看官有没有心动啊？大家准备好迎接热巴小姐姐的大豪宅了吗？这开放式厨房和那一排颜色饱满的水果，各位看官有没有心动啊？这真的是看到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呀。还有热巴小姐姐，你们家缺厨师吗？光吃饭的那种，并且热巴还说自己做晚饭，以后会少吃一点，这是我的小秘诀哦。